气还真行啊！这个猫就不值得拿了。三合一，这你敢信三合一？可是我说我要直接合吗？还是等一下？可是我场面上没任何一张可以买。待会理想是六块钱，加三块钱是九块，所以还是要冷，这个肯定要冷的、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应该没有阳光盾卡吧？打戴瑞我其实没防他、欸。有有有，但是他三个嘲讽。别打七七，打右边赢了。哇塞，打左边，这样输了，这个笨蛋，打准就赢了、欸，是啊，这一回合没路吃，让我好生气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，这正是光牙还不错。肥龙勉强，师傅，等等血扫的时候，一口气就上了。跟怒吃不合吗？就先输再赢吗？反过来嘛，平常是一直赢，一直赢，一直赢，我永远不输。这边就打一个反过来，我输一回合。这个人好弱啊，我还输不了呢。我都让他一张五星卡了，真是的。卡德加是不是可以扔掉了呢？还是你们会留卡德加梦想？等等再来一只猫就三合一了。等等只要再给一只猫。我就卖两个就三合一了，可以很难卖两个哎、欸，卖两个，难不成是卖这两只？卖六六吧，四五跟六六卖掉可以。等等有猫就卖四五跟六六，就啪就合了，可以。哎、欸、不对哦，是三个格子，这样是六六也得卖、欸，要三只哎、欸，哇这好难哦，好像有点办不到哎、欸。六六九九卖吗？六六四三，六六一定可以卖，六六九九吧。这个是十杠十，这四杠三带盾，我好难抉择哦。大明星吧，感觉大明星比较弱。猫就是卡德加配合啊，所以不会卖嘛。不就是为了配合吗？走的好气啊！他升六星，我还跟他平手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。鱼没用，龙没用。光盾龙，先拿对子吧，反正。哇塞，卡起来了。等等再去搜一下宝宝就起来了，而且我还可以输一回合，然后再重开，出师傅然后再找，只要这一把没有什么毒鱼，哇，鱼好多。没破他盾欸，没光盾还好，哇他有卡雷，那你真的是逼我卡同了，是你逼我的，不是我，是你在逼，我原本也不想用的。但是对手一直在逼，你说这个不是在逼，这个还是什么呢？一开始我是不想用的啊。他拿了卡雷，你跟他比大小，肯定不跟你米欧浩斯比大小了。我直接转毒跟你打了，不想用这一招的，但是他在逼。铜须倒不需要两张哎。卡通也不需要两张铜须，现在就只需要宝宝。哇塞，
我要卖一只比较弱的牌，龙不能卖。那猫卖一只先吧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卡德加卡我位置哎，因为要卡童，所以不能卖他，所以导致于他一直留在场上。这肯定是红袍打架最厉害。没宝宝啊，不用重开啊，你还缺这么多宝宝，至少拿两个宝宝吧，所以慢慢来吧。作为最后一局，怎么样都是快乐一下嘛，无论成败。将快乐进行到底。我现在我都还没卡就已经很强了，坦白说。我都还没卡，已经蛮强的。这些人已经几乎已经打不赢我了。日剧吗？我最近看的一部最好看的日剧是那个《百万日元》。先早拍啊，早拍准备重开了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，所以可以重开了。各位准备就绪，游戏重启，卡童之呼吸，25秒 ，Go。我回来了，卡之呼吸开始了。刷了两次牌，又不用放到输出陷阱。卡德加不需要喝的，够了，已经够了，别卖了。牌有点多，钱也是有点多。光盾巨毒，不要拿发现的割断的。光盾巨毒。Go, sit, step, go! 把血量 up 一下就是了。把四块钱先花掉吧，现在是把四块钱花掉，不要浪费四块钱。不知道怎么输，把别人的一个拿走吧。你办到了，现在把可以跟你竞争的牌都拿走。对面也是毒鱼哎、欸，也是有一套哎、欸，然后同序等等再养一些血量就可以换鱼了。哇，他赢我了，我输了，我吐了。对面走位成好啊，幸好我血多也没啥压力。我有些新的手。能让你雇佣哦，红须不用变金色啊。只是我刷牌怎么这么烂啊？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OK， 还有谁？我就问还有谁要打？现在差不多了吧？现在就是拉一个最强组合打个架就好了。怕会出事耶、欸，同虚先扔了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you
因为我现在血很少，我不要觉得一定赢。我现在血其实有点少，大概率是会赢啦，那小概率还是会输。怎么有点抖抖的啊？打起来抖抖的啊，没阿古斯抖抖的。不是我同序没卖，我怕这个团就刚好输掉了。同序卖的，我等等再抓一只回来嘛，要不然直接也直接加血也可以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现在是需要阿古斯了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这加一滴没 feel 哎、欸，阿古斯超难刷的。我现在其实是刷不出来阿古斯。没阿古斯就不一定能吃鸡啊，各位，需要阿古斯啊。这家才刚挂掉，我还是拉全战力吧。我没有这么需要同虚了，我现在是去阿古斯，只要把这两只鱼架起来就很强了，只要把这两个架起来就行了。哎哎哎，鱼怎么死了？哭了。幸好我是毒鱼阵，他再怎么打我都不会输。不需要血量，需要古斯。继续保持下去。嘲讽起来就完事了。来了，游戏结束。他赢我的办法只有一个啦，他只有一个办法能赢我，就是他要扫我。他不扫我是不可能赢的，就看对面的意识有没有到位了。就是他扫我之外，然后自己再红袍，这样他才会赢。找个光盾吧，我连这只都可以吸了。这个有嘲讽光盾不行。与其拿大恐龙演化，我不如直接出瓦尔，因为大恐龙我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有了，所以这回合就瓦尔打掉，这样就行了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有食尸鬼吗？没有。GG，吃鸡。游戏结束，一个人都死不了，直接把他暖团灭。一个人都死不了。Nice， 完美谢幕，31。One Punch， 游戏结束。